点狗样，不错，味道不错。二爷，您尝尝这个啊。来吃吃吃吃吃吃啊！好，好，果然不错。为接大小姐回家省心，大家伙儿都累坏了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累不累。来，今儿个大家伙儿好好的痛快痛快，好，干干，真痛快。陈大哥，你比我们都累，兄弟敬你一杯。哎，就是，跟大爷一杯。满了满了，好嘞。好，好动作。好。灵儿，灵儿，啊，二爷，二爷，青天白日，这个怎么说？饶了我吧，二爷。让甄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。饶了我吧，饶我这次吧。起来吧。嗯。嗯。二爷，你怎么没看戏去啊？怪烦的。我带二爷出城逛逛去吧。你花姐姐回家了，咱们到她家去吧。行。不行啊，他们又说我领着二爷乱跑，该打我了。嗨，有我呢，走吧，走。怪闷的，来看看你怎么过的。哎，你也太胡闹了。哎，明儿还有谁跟着呢？就我们两个，别人都不知道啊。哎，这还了得，若是遇见老爷或是有个闪失，是闹着玩的吗？哎，都是明儿挑唆的，看我回去告诉妈妈们打你。你看你看，我说不来吧，二爷打着骂着叫我领来，这回子又怨我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罢了罢了，已经来了就不要再多说了。二爷，只是我们这茅檐草舍的，您可怎么做呀？啊，您请进。进去吧。坐，坐，坐，坐。哎，快坐吧。来，快吃这个。你们不用忙，可不敢乱给他吃东西啊。哦。嗯。寄到了我们家，好歹长点儿。宝二爷，请。哦不，那坐坐就回去吧。我们这穷人家可不是你待的地儿啊。哎，你也就回去吧，我给你留着好东西呢。轻声点儿，叫人家听听多不好意思啊。
哎，你们也看看，见识见识是什么样的。哎呀，真好看！这什么东西呀？没见过。来，给我吧。哥哥，你快想法把宝二爷送回去吧。明烟。哎。回去千万别告诉别人。连你也不是。哎，拿着拿着。走。也没规矩，难道爷们还赖你不成？还不放下？做爷的还赖我们几个钱，连我都瞧不起。哼！巧和宝玉玩，都给了我，我拿什么比宝玉呢？你们都和他好，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就别哭了，看人家笑话你，就是耍赖了。是的，就是耍赖。婴儿耍赖。越不规矩了，快下去。好了好了啊，你不是到东府里看戏去了吗？没看，到袭人家逛了一趟才回来。啊，又怎么了？大正月哭什么？你原是来取乐的，既然不能取乐，就到别处去玩。你哭一阵就能取乐了，去，到别处玩去。去吧。又到哪儿叫人给踹脚窝子了？窝囊废！哎呦哎呦！婴儿欺负我，赖我的钱，宝哥哥就撵我回来了。嘿，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？下流没脸的东西，哪里玩不得？谁叫你到人家跟前去讨没趣儿？大正月里这又是怎么了？环兄弟是小孩子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凭他有什么错？还有老爷太太管呢，他现在是主子，你就大口啐他，他好不好与你什么相干？环兄弟，快出来！出来！你也是个没气性的，叫这些人叫的歪门邪义、虎妹子霸道的，自己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走，安着坏心眼还怨人家偏心。你输了多少钱？就这个赖皮样！1200。呸！亏你还是个爷们儿，去取一条钱来，把他送到姑娘那边玩去。是。你明儿再这样，我先打了你，再打发人告诉学堂里，皮不接了你的。为你不尊重，你哥哥恨得牙根痒痒。要不是我拦着，窝心脚早把你肠子踹出来了。去吧。嗯。袭人姐姐回来了。啊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就是口渴。你给我倒碗茶来。现在穿红的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的姨表妹啊。哎，你问她做什么？她要是在咱们家，该多好啊！哼，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。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哎，我说到我们家来，不一定都是奴才呀，说是亲戚不行吗？哼，那也高攀不上。她虽是小家姑娘，可也是我姨爹姨妈的宝贝。今年17了，嫁妆都齐备了，明年就出嫁。我来这几年，姐妹们不得团聚，现如今我要回去了。可他们都要嫁走了，怎么？你要走？今儿我妈和我哥商量，让我再忍耐一年，明年就赎我出去。我不让你走。这话就没理了，就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，几年一选，几年一入的，也没有长留人的理儿，别说你了。
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为什么不放？我走了，自有好的来服侍你，也不是离了我就不成。再说，咱们荣国府还从来没有干过以势仗贵、霸道欺人的事儿，说不定老太太连身价银子都不要我的，就开恩放我走了。早知道要走，就不该来。临了，就剩我一个孤独鬼。哼！你既然不愿意回来，就不赎了啊！快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！啊！当日你们没饭吃，把我卖了几两银子活命。妻儿卖到这个地方，吃穿和主子一样，又不招打戏骂的，你们还赎我干什么？快别哭了啊！就全当我死了，不用再起赎我的念头。妹妹，今儿宝二爷来，我全看明白了。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再也不提赎你的事儿了。你有个好着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么个好主，咱们家做梦也想不到的。你放心吧，快别哭了，好孩子啊。我不去就是了啊。那你倒说，我怎么留你？你平时对我的好处就不用说了。你若安心留我，再答应我三件事儿。就是刀割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回去了。那你说，哪三件事？好姐姐，别说三件事，就是三十件事、三百件事，我都依你。我只求你们，天天看着我，守着我。等我化成飞灰，哦不不，化成一股青烟，随风飘散的时候，那时候，你们爱干什么去，就干什么去。我的小祖宗，我头一件就劝你这个，你倒说得更凶了。那好，那我不说了。第二件事，你真喜欢读书也罢，假喜欢读书也罢，只在老爷和别人面前做出个喜欢读书的样子，叫老爷少生气，在别人面前也好说嘴呀。还有，你骂人家读书上进的人是路渡，还说除了明明德外无书，都是后人混编出来的。你说这些话，怎么叫老爷不生气？怎么不时时打你？叫人怎么想你呀？好，那我不说了。还有呢？第三件事。再不可毁僧谤道，不许吃人家嘴上的胭脂。行，都改，都改。那还有什么？这些你若都改了，八抬大轿来抬我，我也不回去。你在这儿长远了，不怕没有八抬大轿让你坐？我可不稀罕，我也没那个福气。
莲二爷。她是厨子多婚虫的老婆，都叫她多姑娘。你先到别处逛逛，我想睡一会儿。哎，好妹妹，刚吃完饭，看睡出毛病来。我不困，稍微歇歇。你先找别人玩去吧。啊。那我找谁玩去？外面怪腻歪的。那你到那边坐着，咱们说话。哎，我也歪着。那你就歪着吧。哎，没有枕头啊。咱们俩枕一个枕头。胡说什么？外面不是枕头。那个我不要，也不是哪个脏婆子的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天魔星。什么香啊，这么冷的天儿，谁熏什么香？嗯，这香很奇怪。哎，一定是香饼香袋的香。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了什么冷香丸的方？就是有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去替我炮制。哎，好啊，我刚说上一句你就扯上这么多，今儿个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。宝玉，你再闹我就恼了。你还说不说？我有奇香，你有暖香吗？什么暖香啊？蠢材蠢材，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；人家有冷香，你就没有暖香去配。好啊，你又来了。好哥哥，我不敢了。哎，妹妹进府那年是几岁呀？哎，一路上看了不少古迹吧？扬州土族民风什么样啊？哎，你们扬州大衙门里啊，出了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什么事儿？扬州有个岱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啊，这就扯谎，我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山。林子洞里啊，有一群耗子精。那年腊月初七，老耗子生做议事。他说，明天是腊八，世上人都要喝腊八粥。咱们洞里啊，是果品齐备，就少香玉。哎，说着呀，他啪的一声拔出令箭。哎，你们谁去偷啊？一个最小最弱的小耗子，摇摇摆摆的走出来说，我去偷。哎，众耗子看他都说你去偷。哎，你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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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耗子拍拍胸脯说，你们别看我年小体弱，我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保管比你们偷的都巧。哎，众耗子都问，哎，你怎么个巧法啊？小耗子说，我呀，我会变。我变成一个香芋，滚进香芋堆里，用分身法偷。众耗子都说，哎，那你变一个给咱们瞧瞧啊。那小耗子他一摇脑袋说变。哎呦，你猜怎么着？
变成了一个最清秀、最标致、最美丽，快说吧，最漂亮的小姐。那众耗子一看呢，都哈哈大笑说：“哎呀呀呀呀，错了错了错了！你说你变个香玉，哎，怎么变成了一个小姐呢？”那小耗子又变成原形说：“哼，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，你们就知道啊，果子是香玉，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”严科林老爷家的小姐林黛玉，那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我把你这烂嘴的，我就知道你在骗我呢。哎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刚才我闻了香才想起这个典故来。骂了人还说是典故？谁说典故呢？姐姐请坐，我也听听。你瞧瞧还有谁，他拐着弯子骂人还说是典故啊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宝兄弟，他呀肚子里就是典故多，只可惜巧儿在娘娘跟前作诗，把眼前的典故都给忘了。别人呐冷得那样，他呀急得鼻子上直冒汗。这会儿怎么偏又有好记性呢？嗯，阿弥陀佛，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也遇上对手了，一报还一报，大敌有比我强的人治你。哎，刚才我从宝兄弟屋里来，袭人姐姐好像病了。袭人姐姐病了？袭人病了？哦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啊。着凉了，刚吃了药卧汗呢，别惊动他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玩去？没钱。堆那么多钱还不够你输的。我走了，这屋子交给谁呀？要不然你去玩吧，我在这坐着。有你在这儿，我就更不用去了。咱们两个说说笑笑，就不闷了。咱们俩有什么好玩的？怪没意思的。哎，糟心，你说头痒痒，我给你闭头吧。嗯，好吧。酒还没吃就上了头了，你来，我也替你闭。我可没那个福气。满屋啊，就他磨牙。哎，我怎么磨牙了？咱们倒说说。你去你去，快玩去吧。你又护着他，算了吧。你们那些蛮神弄鬼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。等一会儿我捞回本来，再给你们算账。你又干什么去？哦，刚才宝姐姐让我去一趟。莺儿，莺儿，什么事？姐姐，快去告诉你们姑娘，就说史大姑娘来了，在老太太屋里，请她快来。哎，哈哈，大正月里边，你们玩的倒热闹，都把我给忘了吧？就你坏，没忘。云妹妹，哼，你也不知道叫老太太去接我，气死我了。嗯，宝姐姐，别生气了啊，宝姐姐，我好想你。哎，你从哪儿来？从宝姐姐屋里来。我
我说呢，亏在那儿绊住，不然早就飞来了。只许跟你玩，替你解闷儿，不过偶尔去一趟嘛。好没意思的话，你去不去管我什么事儿？我又没让你替我解闷儿，也许你从此以后不理我了呢。好姐姐，我可真想你啊。好好的又生气了，你管我呢？我是怕你作践坏了身子。我作践坏身子，我死与你何干？何苦来呢？大正月里，死了活了的。我偏说死，我这会儿就去死。你怕死？你长命百岁的活着。要总是这样闹啊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正是的，要是这样闹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哎，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，别听错了话赖人。宝兄弟，快！云妹妹在等你。啊，快去吧，快点儿。是个明白人，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？我再糊涂也明白。第一件，论亲戚他比你远；第二件，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，长那么大了，我怎么会为了他而疏远你呢？呸！我难道叫你疏远他？我成了什么人了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是为我的心。你就知道你的心，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。你只怨人动不动就怪你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气的人难受。就拿今儿来说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倒把青浅披风脱了呢？我看你生气，我一着急就脱了。待会儿着了凉，又该闹着要吃的了。艾哥哥，林姐姐，云妹妹，你们天天一处玩，我好容易来一次，也不理我一理。嗯，天是咬舌子爱说话，连个二哥哥也不会叫，就是爱哥哥爱哥哥的。明儿下围棋，又该念幺二三四五了。哎，你要学惯了他呀，改明连你也要咬舌了。嗯，你要自己是好的，也犯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。我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谁？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那我就服了你。啊，我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他，我怎么敢挑他呢？哎，云妹妹，咱们说点别的吧。啊，去去去，我这一辈子自然比不上你，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个咬舌的林姐夫，天天听着你，哎呀，饿呀，阿弥陀佛，他才现在我眼里呢。饶了他吧！不行，我要饶了他，再不活着。哎，好姐姐，饶了我这一招吧，再不敢了。好了好了，哎呦，哎，看你们怎么还像小孩儿？我劝你们两个，就看在宝兄弟份上，丢开手吧。不行，你们是一气的，来戏弄我。哎，宝哥哥，宝哥哥，你不戏弄他，他就打趣你了啊！你快，你快，快，老爷叫你去呢。嗯。你去吧，去吧。啊，
二爷，我嘴上刚擦的香净胭脂还吃不吃啦？人家心里正不自在，你还奚落他。老爷这会儿正喜欢，快进去吧。见过你父亲，娘娘传下来一道谕，叫你们姐妹们搬到园子里去住。娘娘听说你整天在外边东游西荡，很生气，叫我严加管教，让你和姐妹们在园子里读书写字。你要好生用心学习，再不安分守常，你可仔细吃。是。来，快坐下，坐这儿。前儿送去的丸药，我吩咐过袭人，临睡前扶持你吃了。吃了没有啊？袭人天天打发我吃。啊。袭人？谁是袭人呢？啊，是个丫头。怎么起这么刁钻的名字？是老太太起的。老太太怎么知道这样的话？哼，一定是宝玉。记得古人一句诗上说，花气袭人知昼暖，他姓花，就随便起了这个名字。宝玉回去快改了吧。老爷也不必为这点小事生气呀。改倒不必了，可见宝玉不务正业，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下功夫，作孽的畜生，还不出去。是。哦，快去吧，老太太等你吃饭呢，快去吧。啊，哎，怎么样，挨骂了吗？哎，哈哈。